他无啊，这我拄则有甲你讲，讲这爱检视，因为这内底有异音，因为你这皮带龟裂，福利珠啦，福利珠哦，嘿，这边上，对啊，又磨损啊，我算你较优待啊，阿姐，冻皮啊嘿有无？四啊五嘛算你四吧，两种嘛。你头前后边拢换开啊？对啊，我建议老师每5000公里要多换一次。但是我觉得这要公道价，公道价啦。我就跟你讲过啊嘛，你以为到底现在你要搞起生意？我就跟你讲过，行情价就是一组980块，卖是搞增销。不，不是这意思。你先卖搞增销，不是啦。真是啦，你先卖是卖搞增销的啦。我物件叫好啊，你先卖跟我讲啊。没有，我今日介绍还唔对啊啦。你先卖是当作我店家拢王八蛋就对啊啦。我不会跟你争，我不会跟你叫啊，你叫啊。我是叫你检查，无叫你拆开你知。我讲的有道理的，这破皮对我负责，阿你在？不要起争议的。我这是办行照，你是不是帮我强制险强去办？老板，你现在不承认错就对了啦。我叫你不要拆，你就要拆，我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啊、你讲没讲啦？你有啥不满拢无要紧，你去换你讲拢无要紧，我奉陪你到。周承诺，讲什么啦？全部写出来啊！你要大声什么啦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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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部写出来啊！你在大声啥啦？我无赢，拍谁？我无赢。还相当强硬。我本身我奉公守法，如果今天我不对，我赔不是，做生意我坦荡荡。为什么不担心自己的店做不下去？不会，因为。有曾经来我这里消过费的客人都知道我的做法，我的做人，所以会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做错事情。